SCP-096 从来都没有想过，有一天居然他的害羞症能被治愈。这是 SCP-999 洋洋怪的努力，洋洋怪溜进了 SCP-096 的房间，096开始发狂了。可是他却没有打痒痒怪，而是被痒痒怪治愈了。 SCP 基金会第一治愈系萌物收容者，治愈 SCP 基金会第一害羞鬼 SCP-096， 这真是绝配啊。096冰冻的心终于被痒痒怪温暖了，他想要重新做人，他想要拥抱痒痒怪，他想和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合影、握手、打游戏，还要一起自拍。可惜这一切都只是个梦境，现实总是残酷的，梦醒后的结局很意外。Hold up! Hold up!